詹姆斯和库里，那绝对是当今 NBA 流量最大的两大球星。他们流量大跟自身实力有直接关系，没有绝对统治力。他们关注度高不起来，他们的一切都是源于实力，这是他们的根本所在。现在库里和詹姆斯都是手握四冠，而且都是历史级别超巨，那他们谁的历史地位更高呢？比历史地位，只有超巨才有资格，其他人只能是想想如何多打几年，多挣点钱养老。既然是比历史地位，那就比硬核荣誉。最硬核荣誉还是 MVP、FMVP 一阵，其次才是数据积累比较。先来看库里四冠，一个 FMVP， 两个 MVP， 其中一个是全票，一阵是四次，常规赛和季后赛都是历史三分王。他已经是最强三分手代言人，在三分球这一块，真没人能去碰瓷库里。然后是詹姆斯四冠，四 FMVP， 四 MVP。一阵13次季后赛得分王，即将超越贾巴尔成历史得分王，历史唯一311纪录保持者。可以看出，除了总冠军相同之外，詹姆斯的 FMVP、MVP 一阵次数那真的是碾压库里。即使是比数据积累，库里除了三分数比詹姆斯多之外，得分、篮板、助攻、抢断、盖帽那都不如詹姆斯。拼历史地位还要看历史影响力，库里有一说一，那是从15年夺冠后才那被更多人认识，之前更多是给爱丽丝当帮手，是勇士二当家，真正在世界上有影响力也就近6年左右的时间。而詹姆斯完全不同，还没出道就全美出名，然后出道就巅峰，一直都是流量担当，一直都是话题人物。他已经是拿来跟乔丹比较了，影响力肯定是库里之上。库里现在是努力追赶魔术师脚步，詹姆斯是努力超越乔丹成为 GOAT， 差距那是一目了然。所以通过各项对比后可以看出，虽然都是手握四冠，但是詹姆斯历史地位比库里高太多了，你们觉得呢？今天的节目就到这，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，欢迎点击右下角订阅收藏不迷路。